今天是2018年7月19号星期四。好，那最近有收到一台德伟的线锯机，好，看起来像刚买的一样。哦，就是呢，哦，阿杜啊，有客人他买来不用了，就拿来卖给我。哦，那我今天稍微做一下这个开箱，他还是有用过了，都有一些灰尘，好，我稍微把灰尘清洁一下。那德伟的机器哦，坦白讲我比较少，哦，机，那它大概切换模式，哦，那目前测试起来很正常，它这一颗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哦，它调整角度的是这边，啊，不过它调整角度的感觉有一点点松，哦，我们可以再自行锁紧一点。那这一台换刀片比较简单。哦，它可以从这边，哦，搬开，然后它这边卡榫就跳开了，然后这个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放进去，哦，放进去啊，卡住这样子而已，哦，哦，它这边可以调速，它有一个调速钮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固定钮，哦，它是调速的，哦，哦，速度可以变快，哦，那这边应该就是它的那个软度。哦，伊安尼算硬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是一般来讲切割呢，然后就咱进行切割啊，啊，这指滑垫，哦，啊，这要倒唔倒拢无要紧啊，啊，这只嘛免做啥整理，因为伊这只吼，阮收到的时阵已经九成新以上啊，哦，所以这一台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好，哦，啊，这一台的开箱就做到这边为止，谢谢观赏。